你们给师傅提意见啊，我看你们谁提的最尖锐。好，那谁你先说吧，咱别说重了啊。你对他意见大呀，主要是我那我说完就不好提了，是吧？那我就不说了，我得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，唠一下账吧。啊，很少去小剧场演出，四堂小金库。好家伙，这事儿够大的。你可搂着点说啊，掺个咱，你别都说真事儿，你得稍微掺点水。大便不成形。走，哎呦喂，真的这能播不能播呀、啊？他说完你就别说了。我不说了，我觉得这就够盼的了，这个。我师傅左脚这边的脚轴上有脚气。欧了，你还说吗？我得说呀，我也得说一下，是不是？这个够尖锐啊，你得胜过他，他这确实有点难度了，不要再穿奢侈品牌了，给人留晚饭吧。有点道理。不要再拍电影了，给电影留晚饭吧。不要再做莽了，给我们留点钱吧。对，哎，不要让徒弟来领导德云社。哎，就一人叫那么一个。谢谢。您是爱听的，我听痛快了，听痛快了。你们俩一个白马非马，一个对牛弹琴。哎，让他演示一下动作。对牛弹琴。哦，还脚还得弹琴，还得这样。哎，哦，有一小车步，还得有个别步。哎，来，您这个，白马飞马。好，我这太要身段了。来个铁板桥，这个啊，四马飞马。你这词儿错了。什么？白马飞马、哦。白马飞马。哎，对，是这意思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吧。哎，没毛病了吧？给他们一人加一个钟，你都两钟了是吧？对，两位公子啊，显摆显摆，这怎么来的呀？接的呀，一个没空，把那仨的也接了，俩的也接了，一个都接了。爸，是手一个接吗？我来回跑啊，你们学吧，我去做任务。我赢了这回，你怎么了？你大叔怎么这么自信呢？当然了。才改五个钟，买家咱有的是。你们俩怎么才能升钟啊？你把这鱼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升钟了。那赶紧去啊！给我们呀、啊！不是我带着，不是说得我带着你们去，不用你带，不用你带，你挣去呀、啊！你挣鱼去，你得给我们笨去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就是你得花钱养我们仨。那教育得配套，对。像车呀、啊、吃的呀、啊、黄瓜呀、啊、鱿鱼啊，早起五点就上课去，那学习质量能上得去吗？再苦不能苦门课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好，你最好啊，在我想出话现在。快，我们成功了，这就是你的江山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看，秦公子啊，为你而战，甘愿为你付出生命，好吗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我蒸鱼去了，快去吧。你们俩得先提高自己。行，这是一次，对，你不就一了吗？对，再去一次，二，再去三，你还得笨。很简单，你来一波六条鱼，这就都够了。对，哎，去吧，你快一会儿赶不上接波了，你快去吧，你知道吧？烦死我了，好伤心。公子是，就也就是说，公子是一个碎催。我倍儿巴，我就给他们干活。整鱼，干活要认真一点，要不然我就没有钟了。我去整鱼。你要打整鱼上，有点距离，然后有一动作。孟公子，孟公子，我跟你说，孟公子啊，咱们谈笔买卖吧。什么买卖？这个你啊，把这鱼给我们啊，我们跟你 PK， 我故意输给你们，等于我是拿我们这钟换你这鱼，中不中？哎，行啊，是不是？反正因为我输给你，钟肯定是给了你了。对，那这生死得是一搏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现在几条啊？不知道。二四六，你才六条。二四六啊，是六条。您现在开给谁开一个工资都得三条了，所以咱一钟。换三条鱼可以，你别把我干死。不能，您都，我现在故意说，咱商量好出什么。就是你现在什么技能吧？发动一个技能，你发动一个技能。我技能都就这一个，虎咬蛮缠。虎咬蛮缠克这个，这口吐芬芳啊，克我。
对，你克他。能故意输吗？能故意输啊。那我要输了，是我是不是被淘汰了？不，那只能说您傻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他淘汰这鱼给不给我们？都是咱的了啊，那可以淘汰。那不行，我得等他们出来了。哎，智囊团马上出来了，学了特殊技能上来楼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。哎，就是说我那屋啊有一个机关、这机关是特别牛的一个，咱们老祖宗鲁班爷留下这么个机关，把这咸鱼插在机关里边。只要这机关认可了，它会有反应。它只要有反应，你们就晋升成为公子这个级别了。哎，你们就可以跟那些公子们竞争地位。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OK， 好嘞。你跟这查这个呢？啊、哦，没成功吧？没有啊。那你鱼放进，哎，你放进去了吗？放了一条了，人都没收走了。啊，这就是那个。嗯，我插一个，找明白哪个口我再插鱼啊！我就这么一条宝贵的鱼，按理来说得一捅啊，要不然就得开呀、啊，这怎么捅不开呀、啊？这一个工程学呀、啊，根本就研究不懂。从节目第一集到现在，玩一次游戏。这是坏的，这个机关有别的说法，应该。你现在这一回合，那你再放一条试试啊！我放一个都没有了，我就别放了。你别，你试一下。我不是，随时可以放是吗？随时可以放，随时可以放，放一个。不折手了。行了，这叫。对，机关没有弹出，所以你不能变成公子。哦，那就这鱼就抽了，就拜拜了是吧？对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哦，看命是吧？对，那我也看看命呗。对啊。Cool。也是没有出动机关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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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不对呀、啊！你这个里边，我现在这么捅愣捅，它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机器的还是你们控制的？机器哎，那可是真的是哪个都是四个弹儿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叫触动了呀？那得有人控制吧。兄弟们，哥哥们，作为我资深研究一个小时这鲁班机关的人，我很有发言权。我告诉你们，哪个口都出不来。行，咱回去。拜拜吧，您。这就是骗人的。这绝对骗人的，十三个口我挨个捅了。你啥插的？拿这个鱼根本就插不到底儿，就这还能插到底儿。后来我拿手插的都插不动。你们给我找一个人，能找一个解释解释吗？最终解释权归谁呀、啊？归鲁班吗？这张鹤伦还在那儿等着呢，你就把你所有的游戏时间都堵在这上头了。你即便这个成了，你也只是一个公子。我毕生梦想就是想当公子。得了，张公子，您已经是了，行了吗？那我走了。鲁班是个坏鲁班，臭鲁班，我捅了都捅了。赶紧挣十三条鱼回来，挨个插不就完了吗？好，我去了。哎。